但我即马也无可能去酒店上班呐，对无？所以我来餐厅上班，要同款。同款就无同西话，什么同款？而且我即马嘛需要赚钱啊，伊的身体即马遐尔虚，爱一个人伫厝，我袂放心啦。啊，伊都迄个宋明辉个拖你包厢讲，啥物今日要办一个啥物诶新产品的发表会。啊，就正经哦，阿伯有找我做个检查啦。啊，不过我一定不敢甲讲结果。你已经知啊？你好了没？够了没？你无看到阿中西？你看伊的面色，你看伊的面色遐尼歹看，一副被逼的样子，难道你看不出来吗？宋明辉唔在提车，强来伊唔在坐，怎么样？你看袂出来就？你在说什么？我没有放弃，我是相通了。有你在我身边，我真的感觉很安心。咱在探亲的时阵哦，西郎张天富跟许美莲，那恁因两个感情不好，咱就应该提出搁较侪证据。是讲因两个，看阮倒一个先下手啊？无药可救的梁喜力。梁胖子，你是在做什么啊你？许美莲，那是你啊？迄个笨手宋明辉哦，早就该得到报应啊啦！爸爸误会你啊！啊，车勇，你甲阿姨本来就是我责任。你要讲，恁这是谁来当幸福哦？做许大人啊，就满足啊。啊，我帮你一个人伫厝诶，真正要紧哦。我是感觉吼，你去台北好啊。我那真诶无细意啦。你是安怎要稳我？阮会当替你分担吗？不，贿赂贿赂啊！俺即马逐个咧讲啥啦？爸到底是安怎啦？是我，是我唯一的温存，淡薄心酸，眼睛内已经干枯。爱你遐尼深，对你无抱有要求。你若离开我，咱的世界拢无存。请锁定四季线上影视第六频道民视 Live 直播。